别，刘震老师有吗？漂亮。通常我们的进行曲啊，都是请两个来宾，对啊。可是今天你有一个重责大任，大来宾。老师通常都在干嘛的？跳楼。他的专业是什么？国标舞，上次有教过湘慈嘛？湘慈就跳得非常好。可是没有，我有好老师啊。来 freestyle 一下，再一下来来来。来来来，还不错啊。可以吗？这是真的吗？这应该不是我教的，啊，这不是你教，这是刚刚老师教。我之前是在诸葛会社过年特别节目。哦，有，我没有看到。然后那个舞，可是那个舞比较多是 pose， 然后被甩来甩去，而且我有道具，因为就是斗牛舞，对，所以有那个道具斗篷。因为那时候湘慈的时间非常少，因为他很忙嘛，又在拍新兵日记，那所以我们只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帮他排舞步，所以还好他可能平常就是有在锻炼，所以他身体的那个肌耐力跟协调性都很好，谢谢老师。对，但是我刚刚有隐约看到元浩动了一下，是有吓到我。为什么？老师，他吓到你的点是在哪里？午后刘娟到底说了什么，让魔鬼牌长姚元浩不禁掩面痛哭？许来发尬金大风到底？刚刚有隐约看到元浩动了一下，是有吓到我。为什么？老师，他吓到你的点是在哪里？每一点，每一点，没有点，他全身怎么那么直接啊？真的，我承认，我真的是，我觉得跳舞啊，是我应该是最弱的一项。没有那个，只要多训练，多训练就好了啦。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跳舞是他最强的一项，就是艾辰。对，他直接说刘真老师来，他要。艾辰，你把帽子拿给他干嘛？而且你看，我是什么？没有叫你跳，没有人要叫你跳，没有人要叫你干嘛呢？我是有舞王之称的，你不能表演一下？不用不用，出来干嘛呢？没有人要叫你跳啊！帽子别戴，没有要表演啊！听说刘真老师厉害的是，你只要给他一段音乐，他就可以 freestyle 跳出国标舞。跟我是一样的，老师，我想待会你应该会忍不住。没有人想撩你，我必须要给你一个原动力，让你忍不住的原因，好不好？好，艾辰，给老师一个原动力。原动力哦，特写我的脸部表情就可以了。我们是跳舞，你只要脸部表情，你干嘛默剧啊？freestyle 跳舞是没有，你听我讲，现在有一种新的表演方式，你看，我最近钻研的。烂透了！那我不想把麦还给你，你不要主持好不好？你听我讲，哎，最近欧美很流行，我也会，我跟你做一做，跟你做一次。你要加肢体呀。烂透了，烂透了！这个真的是很新的一种表演，很新的一种表演。我跟你讲，让你看看什么叫做新的表演。对，老师来。结合了国标舞的流行歌曲，哎，这是少女时代的音乐吗？嗯，没错。哇哇塞哇塞！配上她火红的衣服，感觉就是一个……哎呦！掌声鼓励！哎呦！哎呦！看到没有？哇！哎，老师，我刚刚看到你这样赏心悦目，哎，对，然后很一种享受，很投入，对。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突然激发我的另外一个灵感。老师可以麻烦你一下，就是你待会只要短短跳一拍两拍，然后呢，我请艾辰到后面来。我发现他的刚才那个的舞步是可以用在哪里的。哦，真的吗？对对对对对。就我刚刚的动作是不是？好，好来，我知道 ，I know。然后你只要站在这里，你不要太前面了，站在这里就好了。老师只要短短的两拍这样，然后你就开始你刚才的舞步。好，来，一二三。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你看那个根本就不叫舞，你那根本是色狼站在人家跳舞的旁边那边。帮啊啦，帮啊，帮啊！你不是苍蝇，你才是蚊子。我常有时候去夜店，有没有？就我们一群女生在跳舞啊，然后旁边就会有那种很奇怪的男生，自以为跳舞，对不对？然后想钻进去，然后跟你对舞这样。Oh my god！ 好像眼神很邪恶，一直在观视你，但又不会跳，你知道吗？对。而且长得就长得就像他，其实就是他，不是啦，这真的是一种新的表演。
我跟你讲，他真的有一天红起来的时候，你就不要跳这个舞，我告诉你。你看看，试看看。我真的希望他不要红起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老师真的是他一直推陈出新。刚刚看完刘真老师表演，对不对？对，我相信大家应该觉得还不精彩，不够，后面有更精彩。哎呦，而且是来自远方的哦，远方的国度来到台湾，要来做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表演，国际级的，国际级的。而且呢，他们在他们的国家还是国宝级的。我们欢迎拉法叶雅吉拉弗朗明哥舞蹈团带的表演。各位可以看到老师脚上的节奏，其实他们都是以脚尖跟脚跟互踏来产生那个节奏感。哦，而且老师说，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即兴哦。是一个流浪的民族，其实很多的舞蹈啊，他们都是从内心发展出来的。对，所以你看到他们的舞蹈中，其实是很多表达内心诉说的话。是，而且他们是西班牙哦非常顶尖的舞蹈高手，他们才能选进这个团。哦，对，因为他们是冠中选一才能进入这个团，而且他们已经成立了十几年了。这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剧码，是卡门。然后呢，他是一个男生斗牛士。是双方在相爱而跳出来的一个很经典的舞蹈。而且它已经有二十几年的历史了。其实西班牙都很着重在于手跟脚上面的舞动啊，而且你看它脚上的舞鞋都是非常贵的。对，它其实难度非常的高，尤其在旋转那个时候，然后旋转在踏的时候，它其实难度真的很高。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国宝级的拉法叶吉拉弗朗明哥舞团的表演，国宝级的。可以看到两位配合的节奏。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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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两位老师。好，没错，爸爸。哎 ，Frank，Frank，Your name is Frank。他的叫名字。Francisco，but a little Frank。Francisco，Francisco，Your name，yeah，good。Frank，Remedios。Water. Remedio. Oh, you are together? Husband and wife? No wife? Oh. Girlfriend? Fred is my friend. Just a friend? So you got a chance. Oh, I still got a chance? You never know. Sorry. 那我们要不要请老师跟大家用西班牙文问好一下？哎呀，对啊，西班牙文。其实西班牙文我们比较少接触到。Okay, so please introduce and say hello to everybody in Spanish. ¿Cómo estáis?是你好吗？哦，你好吗？¿Cómo estás? 怎么觉得好像韩文呢？I love you. Te quiero.
Tequila. 那我想请问，他们是第一次来台湾吗 ？OK， you first time in Taiwan here? Yes. Well, no, maybe four times here. Four times in Taiwan. 哎呦，喜欢台湾。So you got wife in Taiwan? 来台湾表演嘛，来表演 for the show。呀，美眉呀，徐丽老师，那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哦，他们两个其实跳舞啊，伴很重要，对不对？嗯，而且彼此默契要很重要。对，他们两个已经一起搭配多久了 ？OK， how long have you been you been dance together？ 12 years。12 year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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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rs,
在舞蹈里面他是你的老婆。对，我觉得他们一定有一定的默契了，一定有了，就是他们12年呢。那我们现在就请老师来帮我们示范一下这个弗朗明哥入门的动作，好不好？教我们几个 pose。哇，有这个。它是一个很 free 的，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就是手不转的 easy 它的脚有动哦。Hi. 老师的脚动作 good yeah， 各位看老师的脚步动作跟他的手部动作 perfect。 哎呀呀呀，不会的。我发现一件事情 easy， 可是如果要好有美感 but the beautiful is the heart。 老师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我真的这么觉得。1 2 3 4 1 2 3 4 Ole Ole Bravo 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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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e1 2 3 4 1 2 3 4 Ole！ 哎呦，舞蹈品质真的不一样哈！刘克老师，那你有办法吗？我也可以，你也可以吗？我可以，弗拉明哥，我有研究啊！那你来一下，你试试看。好了。厉害的，有才华的，我是不是？真的真的不错，有。还有那个，我小学六年级就在练，真的不错。他那个牛拌的真的不错，谢谢，不错了，厉害。好，那我们大家已经都会了，对不对？然后呢，也跳过一次了。对，我看我们是不是来个这个弗朗明哥 PK 大赛？对。弗朗明哥五大对决，图标王刘真，魔鬼排长姚明浩遇上美丽士官长刘湘慈，机车班长阿庞，究竟谁是赢家？你看我排长的表情，哎呦，不负正经的。当然了，男人就在跳这个舞。哇，好美哦。哦，袁浩会耶！哦，哎呦，真的是有在练哦。但是感觉怎么没什么变化哈？哎呦，在舞蹈里面，男生变化比女生少一点。其实这首歌我觉得应该是以女性为主啊。哎，又来了，漂亮漂亮！哎呦，好美哦！哇，哎呦！
看刘真老师那个肢体动作，真漂亮。哇，那种热情的感觉，就在他们的舞蹈里面。哎呦！有架势，有架势，哇 ！Brav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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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眼嘞！我们我们在旁边看，真的觉得很专业，而且我觉得很漂亮。对，我觉得元浩也站表现得很好。对对对，唯一美中不足就是杨元浩只有从头到尾就是，没有只会一招嘞。是，其实，阿鹏，你怎么做起来比较小狼狗？我们是业余的，好不好？我们还是要听听专业的怎么说。对 ，OK。How do you like? You like so much. Oh, very much. And how do you feel about my partner? Good or bad? 感觉不想理你哦。Hansen or the? 他讲不出话，你知道的啦。I saw your face. 他很婉转的，不想伤害人。我感觉你有压力。I saw your face. 不会啊，元浩表现。既然你这么一直吐槽我们，来，你们来试试看。我。你试一下，好酒总是存在瓮底。OK OK， 对不对？所以，那你这个好酒可以拿出来喝了吗？OK 啊 ，OK 啦，准备好了，对不对？没问题。好，那我们看你表演一下，好不好？好，我们马上欢迎第二组阿庞相持组。手势，你看他手势，都是有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才会有的。哎呦，哎，小心！哎呦！真的要给阿庞嘉许一下，因为阿庞其实今天有重感冒啊，哎，对他的体力，但是他今天还是尽力完成他的表演。对阿庞表现好，你是一个最棒的舞伴。谢谢谢谢，对，真的。跟你嘉许没有叫你唱，你在干嘛啦？奖励啊，我今天奖励，老师还没有奖品。好，对 ，How do you feel?Dance. The mango is good. I saw your face. You look like a ghost. You know. 画的贵啊，画的贵。Funny? Do you feel he's funny? Very funny. Very funny. Very funny. 所以，可是我觉得老师想表达就是，我们这组虽然可能没有像刘真老师那么专业，但是呢，就是比较有娱乐的性趣味起见。其实刚刚阿庞那个指挥交通舞真的蛮帅的。对，可惜应该给那个口哨，我觉得真的很像。我哪有这样？没有这种 police。我哪有这样？而且你的手势只有三个在来回。而且他刚整理裙子的时候也很认真哦。所以我说他是每个 pose 的 ending 就是在他的认真，对，没错，认真就是。可是湘子也很厉害，你都不会笑场哎，你很认真。他躲在我后面，所以我看不到他的脸。如果他在我前面，我一定会笑。你是一个认真取胜的男人，漂亮，我告诉你。而且他在上面就开始平平飘飘，我都不知道他在干嘛。不一样的 style 啦，没错 ，different style。对 ，yeah freestyle。但是呢，比赛 PK 总是有输赢嘛，是最好的那一组。所以呢，想请问两位老师 ，Who's team？It's today winner. 一阵厮杀后，究竟哪一组？
但是呢，比赛 PK 总是有输赢嘛，也是最好的那一组，所以呢，想请问两位老师 ，Whose team is today winner？ One, two, three。哎呀！专业在这里，对，没错，刘震老师是专业，没有没有没有，对对对，刘老师。可是如果还有另外一个搞笑组的话，就还给你。对啦，我们是业余搞笑组啊，精神奖就给他。老师来发表一下感言吧。就是我今天非常开心。那我在这边呢，还是要谢谢我。老师，你继续讲，我们这里没有娃娃声，接下来没有哭声，没有娃娃哭声。没有，就是还是要谢谢我的舞伴啦，就我知道他跳的已经很辛苦了，对，而且他一直在担任一个柱子的角色，柱子的角色，所以来你也拿一下，哇，谢谢男女主角。之后呢，我们是不是我们一起跟着全国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老师专业的表演啊？好不好？难得一见啊，是，马上带来热情的弗拉明哥舞蹈。他是踏出旋律，你有没有听到？对对对，卡门的旋律哦。好厉害哦！哇！哎呦，好一致哦！哎，你看十二年的默契。哇哦！前面的所有朋友们，刚刚真的不是放卡拉带的，真的厉害，全都是原音重现，他都是踏在那个卡门的旋律上面呢，是是是，很厉害。而且你知道吗？我们现场完全没有用音乐去衬，对，只听他踢他的那个声音节奏，节奏，这个真的是真功夫，这个没有办法就是假装的，对对，而且踢踏舞本身就非常困难，而且他们两个又做得这么整齐，对，真的，对啊，我你知道吗？踢踏舞我去上过几堂，你又有哦，我有交了三个月的学费，但是我学了一个月，我觉得最后我就放弃。太难了，刘真老师，你良心讲，踢踏舞是不是应该腿长，男生跳起来比较好看？其实，我觉得不见得一定要腿长，但是踢踏舞那个膝盖，对他那个关节要非常松弛，松弛。因为你看他们有那种很快的声音，对不对？啦啦啦，那个你脚的速度要非常快。那像我自己有学过踢踏舞，然后我觉得那个声音，因为那个真的很难练习，而且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啊，你只要有一个声音不对，老师马上就知道。对，还有膝盖不好的也不能练，对对，膝盖不好的人不能练踢踏舞。真的，我想暗示谁？膝盖不好，比如说你啊。我中年不能练就对了，就是膝盖不够健康、不够强壮的人不能练吉他舞，这是真的。对，因为我说实在，我刚才看了一下，真的脚你是没有办法跟上这个节奏，是是。而且老师是两个人呐，在踢同一个节奏，对，所以这么的整齐真的很难，需要一定的默契了。所以呢，大家是不是要给老师掌声鼓励鼓励？记得周一中晚上7:30一定要锁定我们的新兵进行曲。